我認為我今次的描寫和第二集是很大分別，除了都是慢慢，而這個是另外完全是另一個父女的關係或者對生命的看法。我只是想做一個爸爸，應該做，因為我很喜歡這些題目，我自己覺得我拍緊呢個故事，但係其實我認為唔需要在意個結局，係我思考緊一啲問題，同觀眾分享緊一啲善同惡嗰個，即係我對人生嘅感覺。其實每日都有好多好慘嘅事，咁但唔係我哋唔要面對啊嘛。點樣選擇面對先至係你個人。我始終認為死不是完結，即是長短不重要，我認為。我其實不覺得我悔，即是我覺得是悲觀但是極度樂觀，即是我覺得不是，我只不過指出了是這樣的，這個世界不要那麼天真，但是我覺得應該是積極去面對的。